践行安好。一直想写封情书给你，却没有动笔，因为我知道无数爱你的人都曾写下对你的深情厚意。你怎么送这个给我呀？你那能长片叶子，多难呀！我没有他爱你，爱到拼尽全力，想要为你写一个奇迹。他的情书，一写就是一辈子。一棵树，就是一个字。一笔一画，青春无悔。鸵鸟的又来了！站住！站住！都给我站住！把他放下！就你、啊！你们干什么？放手！哪怕看起来让天赐不亮。他的情书写得勇敢无畏，即使守护你的誓言，看起来有点自不量力。你好，你看看我们这个染剂特别的好，染出来布料特别的亮丽。有污染的我们不用。我们这个是符合标准的，很多人都在用。你可以看看我们的。他的情书，植物研墨，双手作笔，只为你写下一个爱字。咱们这个布料现在染起来特别的费事，而且你看颜色也。出去。你先致富，然后再治理。我说了，出去。布料的这个产量谁弄上去啊？也绝不退让。不是看书店的吗？你看看，你看看啊，怎么卖起废品来了？阿姨，黄阿姨，您来了。我们这是循环书店。他的情书，在人与人之间传递，也带动着更多人一起向你表露心迹。阿姨啊，你看我们这些书都经过消毒包装了的。他爱得满心欢喜，想让全世界一起爱你，为你珍惜。我会像他们一样爱你，让平常的日子有了不一样的意义。我会像他们一样爱你。哇，没有他们的轰轰烈烈，却骄傲于爱你的点点滴滴。节省一滴水，一度电，滤净一杯水，一缕烟，让你的脚步多一份轻盈，让你的呼吸多一丝清甜。一座山，一条河，勇敢的人写下爱你的奇迹。一滴水，一餐饭，是平凡如我爱与无声的痕迹。因为我想让你看见对你的爱，在他们的湖海山川，也在我的柴米油盐。